开箱新车啊！大家看到现在我后面的这个环境啊，再加上一个那么硬派的内饰，应该也能猜到了。今天这台呢是一台走越野风格的 SUV。对，今天给大家开箱的是哈佛狗系列的一个新成员呢，叫做 H-Dog。那其实这台车本质上来说呢，它还是一台城市型 SUV， 只不过呢，因为哈佛这个狗系列它本来就走的是这个叫做四分三刻度的越野嘛，就是带点轻越野，所以今天我们也来到万宁的一个热带雨林的公园里面去体验一下它这种所谓的轻越野是怎么回事啊。那首先呢，在硬件方面，这台车确实有一点越野的潜质的啊，比如说它的接近角是24度，离去角是30度，然后这个最大的通过的角度是19度，然后离地间隙是200毫米。那这一组数据在城市型 SUV 里面是非常硬核的。那而且这台车关键一点哈，它是一个前驱的插电混动车型。对，所以你不要真的拿它去越野，但是像今天我们这样子就穿越一段这种热带雨林的话呢，是完全没有压力的，非常的轻松的。然后在系统方面呢，哈佛也有一些考虑的，比如说它这个540的一个倒车影像吧，叫做带透明底盘的，它会有一个自动激活的功能，就当我的车速是低于30公里，然后我现在试一下，比如说我现在把这个方向角度打大点，对，它就会出来了。对，所以像通过这种非常窄的这种路的时候呢，就很有用了。但是又说回来啊，毕竟它只是一个前驱的，而且呢，因为它下面在我的正下方呢是一个差不多20度电的一个电池组，所以这台车呢，你就真的不要拿去越野啊。男人无论到了几岁都是喜欢玩泥巴的，对，大家应该不会介意我把这台车弄脏了是吧？我觉得弄脏之后才更有味道。那其实这台 H-Dog 呢，它的尺寸呢应该是一个紧凑型 SUV 来的，刚好超过4.7米的一个长度，但是呢它的轴距又很长哦，轴距足足有2810，整个外形设计如大家所见啊，就是一个非常硬派的，就是走那种硬汉路线的设计。但是呢有很多细节又很有意思啊，你看这些防擦条啊，上面有一些铆钉，是不是其实是假的，这些都是塑料来的。然后这个小灯呢很有意思，待会儿再说，我先卖个关子，我们看一下后面。尾箱空间呢其实绝对值来说不是特别的大啊，主要是因为它下面基本上没有放东西的地方了，就是前面有两个小格子，现在是放了一个外放的插板的。虽然外形的设计不够极致硬派啊，但是其实在里面你可以看到哈佛的设计师是用了很多心思把这台车真的做成一台可以去轻越野的车的。因为我们现在说轻越野是什么，无非就是什么露营啊，或者开去野外去玩一下，那这个时候呢会有很多的需求，比如说一个最大的需求就是防蚊呢。所以为什么我一直拿着这个东西，这个其实是一个多用途的一个小灯吧。对，它可以作为一个求救的信号，然后也可以作为照明的，有2档的照明。然后这一个呢，他们说是一个特别的波段，可以驱蚊虫的。然后这个灯呢，正常的时候可以把它放在这里，它就会自己在这里充电了。我不知道有没有用啊，但是确实有一些去玩过露营的朋友跟我说，他们的露营装备店里面是有类似的这种灯卖的。然后车里面就会有很多小储物空间的优化了，整台车一共有35个储物空间，包括前面这手机无线充电啊，还有副驾前面的这一块格子，这个正好可以一个手机放进去的，挺方便的。对，然后这里面呢也是会有2格的，因为下面呢是跟空调连通，所以我们可以把一些饮料啊，或者是说你冬天的时候想喝热饮啊，把它放在下面，通过空调来把它加热或者是保持一个温度。然后门边这边呢也是比较有意思的，做了一个带这种拉绳的一个放杯的位置，考虑到大家出去露营的时候会带一些大容量的保温杯，或者像我们说的那个人过三十枸杞加红枣也好，什么都好了，反正你有那种各种尺寸的保温杯就可以很方便的放在这里。4个门都会有这个拉绳的设计，真的是很贴心的。除了这些储物的细节，在内饰也会有很多这种，就像刚才我们在外面看到的这种铆钉的设计，但里面这个真的是金属了，这些真的是金属的铆钉了，不是像外面那个塑料的。大家如果只看这里的话，会觉得这个后排也不是很大，是不是？
错了。你看我1.88米的身高，前面按照我的坐姿调好了，后面足足两拳的这个腿部空间了。为什么看起来不大呢？主要是因为这个坐垫真的是很长，很少在一台车的后面可以看到那么长的一个坐垫了，而且它的角度也足够的高，所以你看连我这种就身形比较特异的人呢，也能完全把大腿放在这个脚垫上面，坐得非常的舒服。而且有一点大家看不到的，就这个坐垫很软，还有后排这个座椅其实有两级的角度的，所以为什么它尾箱空间会小一点，其实就是都优化在这里了。如果你把这个座椅给它调到往后一点的话，哇，那个这个角度非常的舒服，坐在这里睡觉，哦，一流啊。那动力方面呢，它是一个 1.5T 的汽油发动机，然后再加上一个两档 DHT 的这样混合动力的系统，有一个接近20度的一个电池，那所以呢它是可以插电的，然后纯电的续航里程工况下啊是105公里，那实际上呢应该也不会差太远，因为这台车我们刚才开了一下，如果纯电的话呢大概是20度电每百公里左右，20多一点吧，然后如果是纯汽油的话呢我们现在看到是6.3升每百公里的，那所以总体上来说在市区工况就是时速不是太高的情况下呢，它的油耗电耗还是 OK 的，但是毕竟啊这个那么硬朗那么直挺挺的车身上了120上了高速之后呢，这个能耗一定会高的，所以这台车其实挺适合在城市里面用。然后电机方面呢，就是一个130千瓦，然后300牛米的这样一个电机。但实际上，因为这套混合动力它的结构就是低速纯用电机，然后高速的时候就发动机直驱，所以呢，它真正可以给到你的动力其实也就是100多千瓦。所以推动这台也是大一点几吨的车的话呢，是不会太猛的。但是你也放心，因为毕竟电机的扭矩够大，所以在市区开的时候呢，也是非常爽快、非常轻松的。然后舒适性方面呢，那就非常棒了。对，这台车第一个它的隔音做得很好啊，前面用了双层玻璃，关键是发动机就前面防火墙那一块的隔音做得非常棒，所以这个发动机在正常开的时候很难察觉到它什么时候介入的。像我们今天走的大部分这种铺装的路面啊，国道省道这种路面的话呢，其实在底盘上面传上来的噪音啊，风噪啊，就各方面的噪音都抑制的挺不错的，唯独就是后排的话因为它的轮拱做的比较高，所以后排呢偶尔能听到路面的小石子打到轮拱的声音，但这个其实还好吧，影响不大，因为那个声音不是在我们一般人说话的那个频率，所以在这台车里面你跟前排后排的人说话的时候是不用刻意提高音量的，这个是非常好的。音响方面呢，这台车老实说是给我一点点惊喜的啊，因为对于一台10来万的接近20万左右的中国品牌的车型来说呢，我对它的音响本来没有什么期待的啊，但这台车听音的效果还行，虽然它没有用到一些大牌的贴牌音响啊，而且我留意到一个细节，就是它的音响系统是用了买了 DTS 的版权的，所以是有那个 DTS 的音效在这里，那刚才听了一下其实还可以的。对，然后在界面方面呢，工程师是做了一点小聪明的设计吧，它其实也是那种就全屏的切换的，比如说我现在开这个音乐的话全屏是音乐了，然后开地图呢就全屏是地图了，不过呢他们也知道这样是不好的，所以在这里下面留了一个小小的窗口，你打开之后呢可以在这个小窗口这里就直接操作音乐的播放跟暂停了，我觉得这个很好，很多品牌的 UI 设计都忽略了这一点。哈弗 H-Dog 是一台很有意思的车啊，你看在一众的城市紧凑级 SUV 里面呢，其他车型看起来都差不多的，没有很本质的区别，它虽然也没有本质区别，但至少看起来或者在功能上面是真的有一点那种硬派越野的元素在这里的，所以这台车呢就非常适合那种明明心里面就是一个精致 boy， 但是呢样子上我要装成一个很硬派很粗犷的很越野的这种人的买家。
好，这台车的价格现在还不知道啊，但是毕竟是一个插电混动车型啊，有20度左右的这个电量，所以估计呢出来应该会在18到22之间吧，大概在这个区间吧。到时候等这个车出来之后呢，我会给大家做一个啊详细的这个，包括这个值不值得买啊，然后它的配置卖哪个好啊，做一个详细的分析。好了，我是大家的买车军师陈浩佩，这里是大家车评论，下回再见，拜拜。